几个月小狗不用泡狗粮，四个月龄后的小狗就不用泡狗粮喂食了。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正好是小狗换牙的时候，而是狗粮比较粘腻，容易粘附在牙齿上，造成牙结石等问题。而且因狗粮能够更好地消磨狗狗的旧牙和牙齿上的食物残渣，也刚好能够缓解小狗换牙时的牙痒牙痛症状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小狗的肠胃功能较差，也可根据情况将更换硬狗粮的时间推迟到五个月龄。